条件遐尼好，先做30岁啊，还佫娶无某。无啊，啊你这是甚物意思？佫讲我一句来一句去啊！你想讲恁兄嫂我无在条管呢？连你这查某囝我无在条管是？阿母。对啦对啦，手兰啊！啊你自细汉就恁阿母管到大汉，管东管西，啊？啥物代志都要管，独独这样代志唔通我管。对啊，你绝对袂使答应的哦。嘿嘿，啊我咧跟查某囝讲话，到你啥时代啊？啊，唔是阮两个阿公阿婆爱插人个婴仔事啦，甲手兰啊自细汉伫恁家拼死拼命咧做，啊，安尼敢还阁无够？即卖新华要开剃头店，你着要甲手兰啊当作猪肉，亲斤亲两安尼卖，你安尼敢着许啦？无啊，阿水啊，你讲这句是啥物意思啊？袂输我这个做老母的要害阮查某囝哩。那米家川是当地好家人的，阮秋兰来会当嫁去遐，是你外歹。啊，是你外好。啊，伫中州那边，大家嘛知影，囡仔来咧哭，听到翘嘴婴儿的声，大家嘛随点去。啊，你这个做老母的忍心，甲你查某囝嫁过那边，互伊吃苦头哟。对啊，阮阿水阿总量嘛忘唔掉啊。你若是安尼做吼，小失礼啦。代志哦，若传出去哦，我看你踮咧烦哪了，是要哪徛去？你是在正老，正会啦吼，饲你大，你是够袂大啦，你搁会联合别人来对付我，你是在真老，真会啦吼。阿母，秋兰啊，卖插鼻啦。对啦，秋兰啊，这样是一世人的代志呢，唔通当作金钱来买卖，有效吼，唔是有效这款的啦。是啊，你爱听阿水姐吼，甲阿水姐卖话。咱来差别啦，行，等下做事。对啦，对啦，这样，这个做事，对啦，对啦。哎，阿君啊，讲到阿水因恁两阿婆是有够过分的，讲什么我当作树人也是猪肉，直咧甲买卖啦，啊，佫讲恁两阿婆袂当踮咧番仔寮徛起啦，哎，我感觉足奇怪呢。树人是咱的查某囝，也毋是因查某囝啦，爱插咱的家内事，是要创啥货啊？你想看卖咧，咱有遐骗金的钱吼，啊，咱新发啦要开剃头店都无问题啊。啊，而且吼，咱两个老的将来嘛有瓦壳啊，阿珍啊吼，若佫甲咱生一个孙，吼，迄个时阵哦，咱就会当顶家过下家来去佚佗啊。啊，迄久吼，咱两个就会当翘脚练喙手咯。袂歹吼。嗯，确实袂歹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咯。你这个钱色啊！你这钱佬，你不爱民主哦？恁爸爸更爱民主嘞啦！做事大人安尼大细心，唔是安尼大细心法啦！你叫秋兰去做工赚钱，啊，甲偷偷啊要遐钱摕去互新华啦！你叫是我唔知影哟。新华啦，即摆讲要搁开剃头店啦，啊，敢那袂输咧逼秋兰去嫁，迄聘金可能开到遐悬啦，袂输咧卖查囝。哦，恁到底是有一点仔良心也无安尼？安那啦，啊我是袂使讲伊哦啦，亲像信发啦啦，啊大人大正啊咧，啊你是开脚板是不是嘛？较查甫仔款的啦，较有气概的啦，娶到一个某啦，啊一天到晚家咧要带恁翁安尼弄东弄西尔啦，你还要做啥？啊？阿坤啊，你是讲煞袂啦？丁啊，阿丁啊。卖安尼啦！闪啦！阿珍啊，母啊，你要信我啦！安怎啦？信我，免你白啦，你白无好啦！看你讲大声话人，后摆看又再条抱孙无啦！赶紧啦！以后看伊倒咱祖先的面头前，看伊的头大会起无啦！无代志啊啦，伊原来紧张啊啦，行啦，你来啦。行不行？行啦。秋兰哦，秋兰呐、啊。哎。哎呦，啊你贴这悬，你是咧做应当讲哟啦。秋兰呐、啊，你是安怎啦？秋兰呐、啊。无啦，无啦。你定吼，还阁想当初的代志吼，才安尼戆神啊戆神啦。
那讲到遐个人哦，真正无心无肝啦，无一个查囡仔人，伊才做这条这么粗重的工过。啊，即卖吼，搁咧笑受人个骗金啦，什么人嘛看袂过。秋兰啊，你唔通搁戆落去啊啦！是讲哦，咱迄个巧嘴硬牙弟咧哦，哈，迄个玉辉啊吼，嘛生作搁缘投缘投啊，嘛是袂歹啊。喂，啊你讲的是什么三八话？秋兰，你一定爱答应阿水静啊，甲阿水静嘛。千万唔通叫米家村阿英囝，知无？那是恁家的人，我甲你逼，无要紧，你甲阿水静阿讲，阿水静阿甲阿水静嘛，会予你靠。是啦，秋兰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阿芬阿英宝，啊，即马代志拢讲好势啊吼，好好，决定决定。不过，即摆红包吼，我系大大包，包一点寿礼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啊，秋兰回来啊！我小妹你好。好好好，秋兰啊，恭喜恭喜哦！甲我恭喜。啊，对啊，恁阿母吼。会甲你讲，哦，幸福啦，啊，好，恁前世吼，唔知烧什么好香嘞哦，安尼有这个小妹秋兰呐，迄时偌好嘞，咱吼全翻啊了吼，大家都讲阿发啦你吼，偌好命嘞，哇，系咯，阿坤阿伯，阿我要来去啊，好啊，你好，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，好好好，孙姐啊，秋兰，你要来面。阿母有话要甲你讲，来，我们带去看病。你卖入去啊！无你的代志，你是入去要创啥？吃饭了啦，秋兰啊，你阿母敢有跟你讲？你自细汉哦，为一间厝，安尼做生做死，即卖连你家啊，因大家都拢要帮你耍。要靠恁阿兄啦！我自细汉就看伊大汉，无路用啦！迄钱若到伊手，就拢叫白了了啊！要靠迄个阿珍啊！我都唔相信讲即个庄仔所在伊住会条，要靠恁阿母，阿爸实在是足无路用的，我无材料甲因动啊！秋兰，我是伫咧惊伊讲哦，你若嫁伊还会叫伊孤独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啦。阿爸，莫难过啊啦，阿爸，你查某囝什么时阵捌互你烦恼过？嗯，好啊啦，莫讲伤心啊，咱等下食饭啊，吼。天下的母亲白，
谢你啊。阿爸。嗯。来，阿姐，鸡腿给你吃，好。嗯。鸡腿好了，咦，呵呵呵，一支上好。你啉汤饼会有啦。有啊，这拢同款啦。来，进来，烧。嗯。阿兄，啊，你开剃头店爱开偌济钱啊？哈，若要开剃头店哦，都爱买一挂剃头刀啦、剃头椅啊啦，啊无内底爱装潢啦，一挂扛棒的啦，里里口口足济啦。啊，若要开起来哦，差不多爱，差不多爱三四百块走袂去啦。哈，开一间剃头店都爱三四百块？你唔知哦。阿母，我看哦，明仔你拜托宝姐伯啊，搁去讲一届啊。啥？啊，你已经讲好啊，都答应人啊，你是咧学我呀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讲，阿兄开剃头店爱开遐侪钱，阿嫂生囝嘛爱开钱啊。阿母，你甲阿爸两个人的年岁拢遐侪啊，敢讲无需要留一寡钱囥伫厝内面？那安尼，200块哪有够啦？哎呦，200哪有够啦？当初你也该爱500就好啊。哎，啊，这句恁阿唔较早讲咧啦。阿母，啊，我看吼，咱甲聘金加到600。哈？600？唔通啦！啊，这声若去加落去吼，我是咧烦恼讲，啊，树兰若嫁去到遐吼，一定会去用苦毒死的啦。阿爸。我唔答应啦！我唔答应啦！阿爸，不要紧啦，只要阿兄甲阿嫂住伫个家，全家伙仔会当住了真舒适，安尼就好啊。秋兰啊，啊你。阿爸。聘金偌济哦，我是无意见啦。今仔个鸡汤唔知安怎呢，味怪怪，迄鸡肉嘛足嫩呢。我食，是你阿无啦？你食看卖啊！袂啊，袂歹食啊！金坤啊，啊恁头家咧？哈，伊出去哦。好。哎，啊恁少爷咧？阮少爷嘛无伫咧。啊，啊那遐拄好，啊今仔喜事要入门啊，规家伙拢无人伫咧。喜事？哎，宝姐妹啊，唔知你找阮玉辉少爷有啥物喜事？唔安，啊恁少爷娶某就是你袂来伊迄小奶奶的代志啊。安尼我想，宝姐伯你唔免等啊啦，阮玉辉少爷出去，可能创晚才会转来，我今日等伤久，会耽误你做侪代志的哦。袂啦，啊我做保证，拢嘛在替人服务的，拢嘛走来走去。哦，今仔天气有够热。宝姐伯啊，坐啦。金环啊，你哪这样无礼貌啦？平常是谁么教你？阿三叔啊，哈，阿伯，歹势啦，金环啊吼，较捌代志，啊你着莫甲计较啦。啊，袂啦，我今仔专工来吼，就是为着恁囝婚事的代志。安尼哦，啊无咱内面讲啦吼。好，请。我这边来啦，你别坐。来，请。好。阿川叔啊，金环啊是安怎那样性格这么歹啊？哎呀，三仔伊教伊玉辉啊，足久啊啦，啊我嘛有心要清算，要毋过阮玉辉啊都无答应，我嘛无法度。迄逐摆若讲到这玉辉啊的亲情吼，伊拢无欢喜。过一阵嘛就好啊啦。哦，阿川叔啊，迄秋兰伊迄家吼，
那含你做亲戚吼，是偌欢喜嘞哦。嗯，够有影。嘿咯，伊讲秋兰啊，嫁来恁家吼，一世人哦，白米吃不完，这含面哦，都咧偷笑。安尼好啊，我若穿咧介意，啊对方也欢喜要嫁来，安尼上介好啦。明年吼，那你讲我无疼情人囝啦，啊害玉辉啊拢娶无某。是啦，啊这婚事吼，拢嘛有啥物问题，拢嘛爱讲个好势。但毋过即摆有一个问题吼，都爱来解决呢。啊是啥物问题？你讲无要紧。啊都，因吼讲啥物聘金吼，讲爱加一撮啦。加一撮啦？啊是要加偌济？啊都讲加差不多四百。四百。加差不多四百。四百。安怎？无问题啦，算我的啦吼，我搁加400块，啊开600块，讲玉辉啊换一个某啦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上面那600块换一个某。哎，不对，这。好，嗯。阿川啊。嗯。啊，煞毋知甲恁后生吼娶一个新妇啦，啊，讲聘金得600块，啊，这秋兰啊，才要乖乖过来。哪安尼？嗯，你算个欠卡新妇啊，啊，未进入门尔，就这到计较。哎，玉辉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稍等下。好正白。聘金安尼伤贵啦，应该照本来讲的计数才对啦。无咯，你若聘金600块好吼，秋兰吼，随时就嫁来恁家。啊，若无吼，啊，玉辉啊要娶某，我想吼娶袂成。宝姐伯啊，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我答应。哈哈哈！水某的600块了，不是60块呢，卖滚笑啦，这个不同意。阿川的呀，啊，当娶一个新妇，600块是算啥货啦？啊，真无简单，有人欢喜要做来这新妇对无？啊，咱着赶紧甲带入门，啊，无死狗佫怪我遮来，迄我唔嘛咯。宝静伯啊，就安尼讲定啦哈。也唔过这，啊，你是佫唔过安怎？恁拢莫吵，要娶某人是我，等我看过人再决定要唔啦。尽管我若无嫁，唔管偌济钱，我嘛无可能会娶。哎，玉辉啊，玉辉啊，玉辉哦。哎呀，那些小官卖人都歹做啊嘞！哎呦，七兰啊，啊你敢真正无反对到底哦？你若真正是唔敢反对哦，阮替你出头啦！你莫怪阮阿母啦，是我家己要嫁的，多谢恁的好意。规日拢是爱嫁，嫁啥物人拢同款。